Game Man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在下游戏诗人大 A。 在上集中，我的女朋友流落到了宇宙的各个角落，为了集齐我的女朋友，然后做爱做的事情，哪怕是成为一个星际海盗，我也在所不辞。作为一个新手星际海盗，我来到一艘星际海盗船参观实习。大哥，我想成为一名星际海盗。那你上来说话。大哥，你咋不下来呢？我他妈要是能下来，我早下来了，好吗？于是为了追随大哥的脚步，我们要走到桅杆上。好的，那我们去船里面看看哈，什么东西可以用。大哥，你这个船上怎么还有女士内衣啊？那是我的眼罩。那大哥，你有三个眼，要捂哪个呀？哪个能瞅着你我就捂哪个。大哥，你这船上还有炮，我能来一炮不？玩蛋去。哦，大哥，你这船上还有手枪呀，我能来一发不？哎，我那枪不是我吹啊，要是没有三只眼的话你都用不了。不是咋的，你怎么还能藏一个眼呢？啊，对，我还有一个用来交易的眼。大哥，咱俩交易交易啊。哎，你别过来啊，我是个直男，你再靠近一步，我就让你尝尝本大爷星际大盗三眼不灵点夏洛特的手段。哎呦我去。大哥，你别着急，我去救你，我先借你的大宝剑试一试吧。不是，你要干什么啊？你把我拉上来不行吗？哎哎，别。大哥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这就来救你。哎呀，大哥还爆了个装备出来。大哥你别担心，我帮你报仇啊，我给他来一炮。这个时候呢，充满学问的我啊，看懂了这句英文，叫做客满了。星际海盗原来是个幌子啊，这其实是个小宾馆呢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我决定勇闯这个小宾馆。一看这个粉色系的墙壁，我瞬间就感受到了一股生命的活力。于是怀着满满的探索欲望，我打开了这个屋子的灯。哎呀，现在的年轻人呢，真暴躁。我要发挥我星际海盗的特长呀，搜刮一波我女朋友的零件呢。哎，大哥，你在这儿晒边呢。小伙子，你要东西啊，我给你放地上了啊，你快点给我滚犊子。哦，大哥再见。大哥你知道吗，我的梦想是星际海贼。正所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，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海贼王，我必须得有丰富的文化知识。这里呢，据说有着宇宙中最高端的科技克隆。我觉得只要凑齐了五个我啊，我就可以组一支篮球队，横扫 NBA CBA CUBA MOBA。忐忑的我拉下了克隆机的机关。这就叫做科技的不稳定性。克隆了一个缩水版的我啊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还有四次机会。我希望可以克隆出一个吴彦祖。看到没，这就是科技的不稳定性，刚才缩的水现在全补回来了，很强。这就是现实中的我，胸肌有篮球那么大啊。对，这个也是现实中的我，个头吧两米左右。等等，五个我已经集齐了，到时候拼好女朋友我怎么分呢？啊，不对呀，都有五个我了，我还需要女朋友吗？啊，好吧，原来同时只能控制一副身体，虽然有了肉体，但是并没有灵魂呢。去大庄，给我把那个搬起来。去小矮子，去给我钻过去。去吴彦祖，去给我。顺利拿到我女朋友的鞋子，我们进发下一个星球吧。女朋友近在眼前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到了一个下水道里面啊。身为一个未来的星际海贼王啊，我们必须学会在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生活，对不对？最好呢，再留个刀疤，这样大家看了我都不会欺负我。哎呀，哎，这墙上是小广告吗？啊，这不是刚才那个小宾馆吗？这里面的人啊，一个个都凶神恶煞的，我觉着呢都不好惹。默默来到右上方，拿到关键性道具。哎，我不能死啊！哎，我还没有。啊，我死了吗？我在哪儿？我是谁？我在干嘛？预知后事如何，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，回复地府二字即可观看剩下的通关视频。好了，我是游戏诗人呆，不好意思的游戏每月八号二十二号更新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依旧留着你的笑。